乌尼闹咪咪桑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十月二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高双双。好，新闻一开始呢，带您关心台风的动态。台九线苏花公路和仁至崇德路段在二号的上午没有明显的雨势，那么公路局宣布开放三点时会通行，也不少的民众都抢在第一时间搭车要排队北上。拉开闸门，车辆通过苏花公路崇德管制站，上午分三个时段限时放行。管制站前一大早就出现长长的排队车潮。我要坐飞机，坐礼拜六的早上去马来西亚 我车票南回也有买，北回也有买，是就是怕没通我今天如果不走，到时候怎样我都不知道。想要回北部几天啊？后来呢？就是看情况，我们昨天也不敢回去啊，因为天气不好嘛。我看今天就是没有风没有雨，我就赶快出发。山陀的台风慢吞吞，原本苏花公路已经预警性封闭，顾及民众通行需求，公路局一早巡查完成路面清理作业，随即于上午八点、十点以及中午十二点三个时段各开放通行二十分钟。排队等候通行的用路人感叹：花莲人只期盼一条路。讲难听一点，我们甚至没有下雨、没有风，但是我们的路已经封闭了。对。花莲发展观光，花莲人要生活，我们只需要一条路，一条路。开放通行的车辆依序进入苏花。公路局网站公告，下午三点后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出现七级风、暴风半径及较大风雨。考量仁和到崇德段边波不稳，下午一点后预警性封闭，将是风雨再决定恢复通行时间。记者徐立行，花莲报道。